我就拍一下这一组哈，这一组甲的密度是3，然后乙的体积是甲的4倍，所以我假设甲它的体积是4的话，乙的体积就会是4V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哈，它是平衡的状态的话，就是往上的浮力会比往下的重，那它的重量我们就看质量嘛，对不对？10公斤就是10公斤重，所以它的重量我们就看质量。小时候学过公式 m 等于 d 乘以 v 嘛，好 ，m 等于 d 乘以 v， 所以我看甲的质量加乙的质量是多少？甲的质量叫做密度乘以体积，密度乘以体积，这是甲的质量。那乙的是密度，不晓得我们要求了。实际上体积是4V， 就是乙的质量。好，那算出它的往下的重就会等于它的浮力。浮力的公式，腋下体积乘以液体的密度。它那腋下的体积是多少？就是4V 加 V 是 5V， 液体的密度是 1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朱乙它算出来是多少？0.5。OK， 理化找式，乘积一定在。